绿色、红色和蓝色的马卡龙炸鸡肉串，以及同样三种配色的甜甜包，大口吃进嘴里，实在好满足。七八年级生想起来，这是哪三人组的标配吗？一天又平安的过去了，感谢飞天小女警的努力。从棒球帽、饮料提袋、水壶，再到手提包，通通都有着小女警和反派魔人啾啾。连锁素食店特地找来老卡通 IP 合作冲刺买气，只要消费满额就可以抽磁铁盲盒，还蛮帅的。我自己是蛮喜欢魔人啾啾的，我自己是飞天小女警的粉丝，那想说哇，很久以前就是以前我小时候看过的卡通，那现在又出现，然后跟炸鸡合作是蛮特别，然后还可以有这个磁铁，跟那个飞天小女警联名，就觉得很可爱，所以就来这边体验。即使抽到飞天小女警里的大反派，民众依旧喜欢到不行，找回二十年前的感动回忆，把能穿能戴的都配在身上，不选当红 IP 而选飞天小女警。素食业者说，是看到年轻人的网络声量。在 Thread 上面，其实也很多年轻人、大学生特别爱讨论飞天小女警的一些穿着，或者是她的一些 IP 上面的呈现。飞天小女警也除了跟还有 New Jeans 也合作，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合作上面，也希望可以带动我们整个品牌年轻化的一个转型。不止顶呱呱，1999年曾经相中 Hello Kitty 萌魅力的麦当劳推出五对 Kitty 恋人玩偶，当时一开卖就替麦当劳进账。营收高达2亿3300万元，二十年后再推复刻制服版，还新增超人系角色大耳狗和库洛米。另外，肯德基则以酥皮蛋挞搭配浓郁的冰淇淋内馅，在炎热的夏天推出冰淇淋蛋挞，全力抢攻暑假素食商机。民生旅游胡春恩台报道。